后礼拜就要过年啊，行政长陈建仁透早五点就去到万代鱼市、甲台北第一果菜市场来视察发红包。农保嘛表示，过年的前五天会加强调度，平均逐天会当供应2000栋的菜色。长官大家好，恭喜恭喜！每往年大家拢正关心农畜产品供应的情形，也过介绍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三十透早五点就到万代鱼市批发市场，甲台北市第一果菜批发市场视察，由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甲准立委吴佩玉等人陪同。陈建仁看鱼的拍卖，向市场的人拜年，分小红包，讲最近寒流来，业主加强三度业者做好防寒措施。业者正热情回应，也送鱼给陈建仁。台北鱼产公司董事长陈世雄也希望中央加斗三江鱼业的发展。因若春节期间农畜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，农业部也辅导各批发市场重视调配，每天会当增加30%。啊，多谢大家为着来照顾咱台北市民哦，会当有足济蔬菜含这个水果的供应哦。啊，大家是透早就才伫拍拼。实在是大家福气吼，啊！伫遮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农业部讲，春节前五天加强调配，蔬菜每天会当增加供应量38%以上，平均一天会当到2000栋，也启动调配市场的供需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